习妈妈更艰辛啊。今天陈磊你爱人也来了，我们掌声欢迎这位伟大的母亲，有请。老师好，观众朋友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叫南圆圆。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大屏幕上，就是生产的前一天拍的照片，那个肚子，哎呀，我们都不说这个孕妇的辛苦，光是你打针，你爱人说你从来没喊过一声疼啊，真不疼吗？当时是觉得自己这种情况，即便是觉得疼，你也要忍着，所以为了不给他增加这种心理压力，真的觉得没必要表现出来。谢谢。圆圆，那个时候你身体的沉重，其实非常累，对不对？对，当时到四个多月的时候，基本上我走路就已经成问题了。但是呢，当时为了活动一下，还坚持走，扶着墙啊，然后呢出去餐桌吃个饭，然后呢去个洗手间。后来到五个月的时候，做产检基本上都要坐轮椅，因为下楼已经走不出去了，胯骨还有那个膝盖都已经承受不了了。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那种带转的那种拐棍儿。但是就是扶这个拐棍的时候，手腕也已经受不了了，两边都已经疼了，所以最后没办法，医生就说你就只能卧床了，所以后来就不起来了。你到后期怎么睡觉？我觉得你好像是半坐卧式的睡。 对不能躺下，其实不能躺，而且呢是躺下了以后起不来，所以当时我就基本上就是半躺着睡，上厕所都困难。对，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那种成人的移动马桶，放在床边，然后想上的时候自己就出溜一下就上。大夫说如果怀孕到第六个月，你就承受不住了吧？对，就是你是很小心的这个。对，我当时怀孕的时候，然后他其实一直很紧张，有一次他睡在我旁边，那会儿可能也就怀孕刚三个多月，睡得其实很香，但是不知道我突然间就醒了，然后这时候呢他正好翻身，这个手啊就这么很自然的就往这边打了一下，我呢一下就给他那手就这么弹开了，当时我们俩都醒了。他说哟，他说你看这差点打着你，说这个真要打肚子上的话，这孩子可受不了，就说我不在床上睡了，睡床底下。对，他一直就在沙发上睡，睡到孩子出生。他晚上其实睡不好觉，但要保证我怀孕的那种愉快的心态，所以呢他有很多紧张的事情他都不会跟我讲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这个沙发上边，有时候到很晚很晚才睡。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是彼此都是特别体谅对方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的，是吧？我们俩可能就是交流这种事儿，不会用语言说出来，是一种默契，心里都知道。对，陈磊你是最幸福的呀，你怎么表达一下啊？真的，我在舞台上说相声吧，应该是逗大家开心的，但是我跟我爱人，我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是语言沟通特别少，我其实心里都知道他的付出，他的不容易，因为一步一步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走过来的。今天第一次啊，可能要当着所有的这么多好朋友跟我爱人说两句话了。老婆，咱们两个人并肩协力把三个孩子养大，长大成人以后，甭管有多苦有多难，咱们两个人都要并肩在一起，我永远永远的爱你。